仅有的休息的时间，为数不多的时间还给我。其实主要是也想见一下，因为我太久没有见你了。你有那种解压的一个小妙招吗？我是买衣服。哦，其实拍照也算是我的一种解压方式。是吗？对，有时候你想解压没有时间。是吗？所以如果你有时间去解压，我觉得哪怕你就一个人待着，因为我是有时候我蛮喜欢一个人待着。就更喜欢独处，也不是更喜欢，分时候，像比如比较烦的时候，就一个人待，然后也可以玩玩游戏，也可以听歌。待的时候会比较好消化，也不一定，看感觉。就像比如说，为什么你就是很不稳定？很不稳定。双子座，双子座，对。有时候你比如说我就是想待着，没有为什么。然后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出来拍照，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拍天台？那是我在拍戏期间中途回的北京。每次都是反正中途插缝我们俩见的面。对，然后当时我心情很不好，然后拍照那天我觉得那个是我的解压方式，我觉得特别爽。Yes!